我最近在我手机上发现了一个那个运用，就是 App Store 里面的一个运用，我觉得对夫妻们来讲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等一下可以介绍给这些新婚夫妇们。好的，今天我们跑去明星们的家里面拍他们的新婚之后的新居长什么样子。我想很多正在装潢家里的人呢，可能夫妻要研究一下，比方说卧房的床应该是一张还两张，然后洗手间是应该两个台子还是一个台子，对不对？这些事情最可怕的是更衣室啊！听说有男生在更衣室的鞋柜占掉了所有的空间，而太太就没有放鞋子的地方。哎，我觉得男生好像更比女生更爱更衣室。是，好，欢迎五位明星，欢迎五位啊，欢迎。五位结婚，亮哲是结婚了，刚新婚不久了，三个礼拜前补请。你有小孩？补请哦，对，你有小孩了。有七个月大，所以是大家都不知道的事情吗？还有几个最近大家比较熟悉了啦。听说亮哲的夫人是舞台剧导演，是他现在在导的戏汉典有演阿素，所以你去演舞台剧，然后认识舞台剧的导演，两个人就交往吗？对，我觉得算是一个缘分，因为原本是我姐姐在舞台剧，然后他把我拉进去。那当时其他演员有没有发现你跟导演在交往？我们很公开。哇，大家都有发现。那哇，那演员们不会觉得这样，这超酷的啊，根本就是所有男演员的梦想啊！怎么导演？男演员碰到一个漂亮的导演有没有？我很希望从配角变成主角，就晚上去找导演。但是我当初也是这么想，想说哇，可以跟导演在一起真的还不错。但是我的人生通常在都在他的导戏之中。可是导演到目前为止，导演当时有没有帮你加戏？舞台剧这个东西比较不会有加戏这个问题，不可能的舞台剧啊，就是照本演嘛，照本演，有比较多一点的中顾了，对，但是并没有加戏加太多。什么加夜戏？不在台上的那些数。OK， 他很神秘的原因是因为亮哲，我们同一个坐月子中心，然后呢，我老婆生完小孩，然后我陪我老婆进到月子中心去的时候，发现，那怎么亮哲在这里啊？对，我们连同公司的人都不知道，那个时候他很低调，保密的紧了，对，不晓得为什么。我们今天看到来宾里面有亮哲，都觉得很奇特哎，我也是从来没听说过哎，真的吗？而且我那天他跟我讲说，他老婆七个月，他小朋友七个月，我说哦，那快生了。他说不是，是已经出来七个月了，已经出来七个月了。一定要再讨论到这个程序的问题，速度很快。还有一个名目是为了国修老师冲洗嘛。对，之前也是因为这样子，他会很就主导吗？就是现在过来抱我这边，摸我耳朵那边，他会这样子来给我锤，这样子，好像在打戏一样。你他妈认真，我的人生到现在大概，你已经感觉到炮火了吗？我的人生被他安排得非常完美。对，可以这么说。所以导演是真的很有，很会指挥，是不是？因为他很有画面，然后他是牡羊座直来直往的人 ，OK， 所以他要你怎么做都怎么，他现在有改了。他说：“老公，我觉得你现在是不是有点想吃什么？连这个都可以。对，以前他都会说，这灵异体质吧。以前他都说，我给你爱了，连这个都算得到。如果太太说你现在是不是想吃水饺，先生好意思说不？我他就是从他说我要吃水饺，变成说你现在应该想吃水饺吧？他要你们两个一起吃，他要你陪他吃水饺。那你可以说 no 吗？说老子现在不想吃水饺，不会用这么直接的。他不会用老，他说小的不敢吃水饺，小的娘娘自个来。你有怀念主持外景的时候吗？那眼神是在叹气吗？在异国还蛮怀念的，对啊，因为那时候怀念一个人到处跑来跑去的时光，对啊。现在是被关在家里了，是不是？蛮幸福，有一个阳台。什么？有一个阳台？这句话太惊人了。阳台，这么虚心冥想。好，我们今天拍了五位呢，他们的新居的画面哈。许可是你们的新居搬去多久了？一年多。是专门为了这个结婚才买的新房子吗？是租的，租的。对，是因为结婚了。地段是谁决定的？是我决定，因为离娘家比较近。啊？对，因为他原本是住在台北市，然后对台北县是完全不熟，然后因为我家住新店住很久了，
对，所以所谓离娘家比较近，是你打算将来宝宝出来以后是要家长带，是不是？没有，他是觉得，因为他的家人都在国外比较多，所以他觉得我跟家里面人很亲。那如果说常要回去，或者是想要跟爸爸吃饭的话，比较就是近。那我们先来看徐小可他的家长什么样子。徐小可跟阿贝的新婚房是一间三层楼独栋的房子，一楼就只有客厅跟厨房，相当宽敞。徐小可说，当初搬进来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家具，所以现在看得到的家具全部都是他亲手去订购来的，因此他现在对于家具可是相当的专业呢。而客厅旁边的厨房则是徐小可最爱的地方，因为他最受不了肮脏的厨房，所以他的厨房相当的干净哦。厨房内贴有一张准妈妈所需要的营养表，对于徐小可来说是相当的有帮助。徐小可说，他们夫妻俩有个怪癖，就是很爱买整箱的东西回来放啊，所以厨房还有冰箱内就有许多的饮料跟食物。哇，有这么懒得出门吗？通过这条弯位，就可以通往二楼的房间，走进房里面可以看到一大台的 keyboard， 原来这就是阿Ben做音乐的地方。待在旁边的桌上摆满了婴儿用品，看来之后的音乐房会变成婴儿房啊。隔壁房间则是一整排的衣柜，阿Ben的鞋子跟帽子摆得相当的整齐，不愧是有洁癖的人，甚至连这个 T 恤都照颜色排整齐。哎呀，好夸张啊！虽然说徐小可说自己也有洁癖，但是跟阿Ben比起来，似乎还有段差距呢。这就是咱们徐小可跟阿Ben笑得相当开心的新婚房。请教一下，大家的 T 恤都是用衣架挂起来的吗？男生好像比较会。没有，我都是用卷好的、啊。对，为什么不折？为什么不用折叠要挂？因为挂起来比较好挑啊。对 对, 對、啊。那肩膀这边不会变尖尖的吗？啊、现在它衣架有很多造型，你可以买那种比较不会背弧形，就比较没有。好奢侈的。不过照颜色排应该算比较好整理的一个方法。嗯，就是我只要帮他衣服收进来之后，就是依颜色挂好，然后长短袖是不同的格就好了。我们的拍摄人员故意把电视台转到康熙来了去吗？是不是，是因为我知道你们要来，所以我故意看。没有啥，有你的影子，这画面真的有画面。对对对，那个一共是三层吗？对，三层。所以怎么分配一二三层？三楼是全部都是主卧，它是一大间的主卧，像客厅那样子，然后一间卫浴，然后有一个再大一点的院子，一个阳台。三楼有一个院子、啊、嗯，三楼有一个院子、哦、对，就是可以放躺椅的那种，是淋不到雨的、okay. 对，它是淋不到雨的。然后二楼就是更衣室跟他刚才说那是 keyboard， 其实那不是 keyboard， 那是古筝。对、哦、是你在弹的吗？对，是我在练的古筝。嗯，所以阿Ben回家会听到有一个女的在弹古筝哦。他早上会听到，因为我都早上上课，就大概十九点，所以躺在床上就会听到噔。对，而且他有天还跟我讲说，我都听得出来是你在弹还是老师在弹呢。然后我又说废话，那听得出来。对，可是你现在怀孕，这样每天都要走到那么高的楼层，不是？嗯，一定要，所以我都会这样子拖着走。然后现在开始慢慢有喘的感觉了，很喘。然后所以大概一天就顶多走两次。那如果你到了三楼之后，发现你的东西摆在一楼，你会叫他帮你送上来吗？你可以应该会加，可是他通常比我早上去，哎，通常都是我带上去给他。对，所以三层楼，我觉得是这当初是觉得还蛮好的运动啦。但是对孕妇来讲，爬楼梯是好事啊。是，而且你是要选择自然生嘛，对不对？要后期一点才可以。哦，对啊，前期还是要不能。家具是你决定的。对，家具是我上网去挑的，然后挑到我自己都觉得我很像是那个批发商。嗯，对。然后二楼的那个，所以你买到了很便宜的价钱，是很便宜，便宜到那天去拍摄的工作人员都吓到。讲一个吓吓我们。那三层的，就是三格的推柜，挂衣橱那个推柜，他到你家去帮你组装好，然后连里面还有个长身镜，全身的长身镜，然后全部组装好，一个平均不到5000块。嗯，一个平均不到5000块，真的还蛮便宜的。嗯，然后都是实木的，因为我们家那边厨师很重，如果是空心木的话，很容易会长白蚁或什么的，没错，发霉那些。对对对对，所以它全部都是实木的。为什么会湿？因为山上，嗯，我们家很山区，非常非常山区，会有蛇吗？不会有蛇，但是会山上潮湿的地方，蟑螂都差不多这么大。对呀、啊，有这么大。我们家我第一次搬进去的前大概半年吧，我有看到一只这么大的拉牙，
然后爬到我家拉牙。蜘蛛。对，然后我非常非常怕这个东西，因为我很怕。然后他爬到我们家一楼的时候，我跟他对峙，然后我想说我不能离开一楼，因为我们家两只狗在那边。对，然后我就对峙了很久，然后我就生蜘蛛人出来吗？我就 A P P 传 Ben 传简讯给 Ben， 因为他在洗澡，然后我就大叫他的名字，他以为在楼下发生惨案，然后他裸体跑下来救我，然后裸体打那只拉牙，哇，裸体打 Ben， 他裸体要怎么打？他裸体要怎么打？用那个拖把。蒋伟文传家食谱全是为了空姐而料理。我觉得这个房子让你感到最贴心的一件事情，包括空姐那个，你可能很大。对，因为我一直梦想一个很大的空间。所以你烧开是专业到可以拍一个传家食谱。对对对对，所以有一天就会有一个已经是满脸皱纹的空姐。哎呀，拉古老的手段，是我怀念的那道狮子头。哎呀。一边吃一边落泪。当这一集播出之后，我会躲在我的小厕所。我刚刚讲的那个手机上那个应用呢，是我朋友找到一种，你睡着的时候，把手机放在床边，他会录下来你说什么梦话。啊，我知道那个，但是谁帮你录？他自己侦测到声音就会录下来，他可以录多久？这就像录音笔一样。可是他不会太久，因为你不可能讲太久嘛，所以他只要侦测到有动静，虽然有可能你只是在打呼啊，是，他也会录下来。康永哥，你可以把那个软体待会给我吗？因为我觉得这很好玩。因为我跟我老婆的睡姿、睡相跟睡品都很差。万一你录到睡的，你录到不是你们两个人的声音，完蛋。那是我儿子啊。你说的那个，那是有生理上的启动。你说他儿子半夜发表一篇很成熟的演讲，我有个梦。他不对我爸爸的感觉是。我觉得那个很好玩。蒋伟文先生，这个是你跟你的太太的号称第二个房子。其实对，因为第一个房子是我们一起租的，所以没有办法改变太多，而且是我已经住了才认识他。那第二个房子是我们一起买，就是我买了，我们一起在设计。那这其实是第三个我们一起住的房子。哎呦，对，所以等于说改良了很多，所以每一次都会依据你们的需求更改进。对对，每一次都有我们的想法，然后有的想法去设计，然后住进以后发现不是那么一回事，或是住了以后觉得很喜欢，所以延续到新的房子上面去。所以这一次的房子最贴心的事情对你们夫妇来说是什么？就是要有一个大一点的客厅，然后大的厨房，然后他希望能够在家里唱卡拉 OK， 所以希望能顶楼，然后独栋，这样就是一层是一户的这样。对，所以唱歌都是声音会往上走嘛，楼下比较听不到这样子。你的邻居都知道是你吗？我们邻居都知道。对，所以有抱怨会告诉你吗？一定会告诉我的。其实有一次有抱怨过，可是不是因为唱歌，是因为我刚搬进去，然后因为才弄好那个视听设备，所以晚上就想来试试看那个电影的效果怎么样，然后就放那个变形金刚，是，然后就一直在打斗啊、炸弹干嘛。可是因为我整理家整得很晚，所以我没有注意到已经凌晨四点。然后直到管理员打来说，楼下觉得你们是不是在开 party， 因为一直砰砰砰砰砰这样子。那他就说是楼下的跟我这样讲，所以我第二天马上就跟楼下说声抱歉，把我的喜饼送给他一盒，然后送他一些礼物，然后跟他讲说，因为管理员说你嫌我们吵这样。他说不是不是，他说其实他是被在楼下的 complain， 对，他说被十一楼的 complain 影响了那么多层楼，所以我就觉得很抱歉啊，我就赶快跑到十一楼去，你知道又拿喜饼，没有打开十一楼没有住人啊，对，哇，然后我就不了，所以是阴宅哦，没有，我就没卖掉。可是重点是我后来跑去问管理员，凌晨四点你吵到鬼了，你知道吗？没有人，管理员说只有一户跟他 complain， 所以我觉得就是十二楼不好。你就是因此认识了空姐吗？也可以这么说，对。你可不可以节制一点？节制啊！你的眼神似乎有什么事情没告诉我们？没有，没有任何事情没告诉。除了给他喜饼，你还给了他什么？我就只有给他喜饼而已。你不要讲话跟我老婆一样，好不好？我是第一个感觉，不是怎么会那么好？就是楼下住一个空姐，哎呦！而且你怎么晓得她空姐？对啊，你怎么晓得她？她自己说她是空姐的，没有给她看呢，没有。所以一定要，一定要，没有没有，因为。
他后来又有还礼，他来送礼物给我们，我们只见过两次而已，所以就你送礼过去，跟他还礼，对，然后还过去，情深缘浅。这位大师，你不要再讲了，只有两次，真的太少了，说文解字。我的美满的婚姻生活就在这一集被你们毁了，你知道吗？没关系，亮哲也是。亮哲看起来自己也没有怀抱任何希望。就很怨恨啊！我没有，我是很开心的来的。亮哲整集超荡的，我今天补完就没事了，好吧？我只期待他不要看到这一集。请问你是怎样？你是办完婚礼以后整个心情就 low 了？因为其实很多事情真的一次一次来，比如说两个人住在一起，我也从来没有跟人家住在一起过。对，所以住在一起开始，然后照顾一个孕妇，然后生小孩，到小孩出生，一直到现在，然后。办婚礼，对，办婚礼。他一边在拍八点档，就是他的生活已经非常的忙碌 ，on 档的。对，但是他一边呢，他又在结婚，然后一边又在生小孩，就是同时在进行。而且他刚刚说他没有跟别人住在一起过，之前都没同居过，这很难适应哎。对啊，那其实我因为我个性嘛，就是一个很柔弱的人。所以你长得像赵文卓，然后你很柔弱，我个性本身嘛，所以我其实是一个非常适合被照顾的人。柔弱的意思就是导演说跪下，你就会跪下。单膝啊，单膝。坚持，对你还是够 man 的，没有双膝，他还是有那条线。新婚就被讲跪下，这。没有啦，没有被讲跪下，我只是突然间，如果说他要讲这句话的话，你就会单膝跪膝。你本来想要双膝跪，不会，先跪下，我都不会双膝跪。你不用讲，你在家里还怎么样就怎么样。好，所以姜伟文，你的心，你的这个房子，让你感到最贴心的一件事情，包括空姐那个。没有空姐，没有空姐，因为这一集在讲我们家房子，我老婆也会看这一集，不要再讲了。我觉得我很想要去看的，我下礼拜就要去他们家看房子。那你就住十楼啊，正好空姐夹。哎呦，我们夹在一起。好无辜的空姐，好惨的这一集。请问是除了那个唱歌的设施之外，你说客厅很大，隔间都打掉，然后听说灯光非常的奇特，是不是？对，因为我很喜欢养鱼。然后我跟我老婆养的荧光鱼，它需要蓝光，它才会发出荧光来。所以我常看那荧光鱼，我觉得他们住得很快乐的感觉。我就想，我们家应该也可以像荧光鱼一样打那个蓝光在家里面。家里打蓝光？对，我想说这样家里的气氛会很不一样。就是普通呢，就是跟普通家一样。可是到了晚上，我们可以把它开成蓝光。那一档蓝光不就跟鬼片一样吗？是哦，其实不会，感觉很科幻，因为蓝光是比较像那个现代一点，对，比较现代一点的感觉。而且据说打蓝光的地方啊，人的食欲会变差，所以本来想说这样，这是真的。在家里娱乐的时候可以打开蓝光，这样普通还是像家一样。有科幻感，听电音的时候。我们来看蒋伟文家长什么样子吧。走进蒋伟文婚后的新家，哇塞，果然气派非凡！哎，连通的厨房还有客厅看起来相当宽敞，还可以边健身边看电视呢。跑步机旁边就是蒋伟文虽爆的沙龙照，是老婆贴心让蒋伟文健身之余还可以看美女的小小心机。果然是新婚的夫妻啊！哎呦，鸡皮疙瘩掉满地哦。喜欢下厨的蒋伟文，瓦斯炉跟料理台的位置特别设计，哎，方便展现蒋伟文下厨的影子。看到没有啊，这可观的调味料区就是蒋伟文的秘密武器喽。冰箱旁的柜子拉开，则是身为调酒师老婆的地盘，摆满了各式的酒类，可以随时在家里面小酌几杯。真的是酒池啊，不，这是美酒配美人，幸福的无法言喻。蒋伟文的新家藏有玄机，您看这开关一按，哎呀，室内马上充满了科技馆的蓝光啊！据说这是蒋伟文个人的偏好，很喜欢在家里面摆上荧光的小饰品。哎，这个小小的拉斯维加斯的地标就是纪念两人初次爱之旅的小信物，真是罗曼蒂克。再来看这个喜字啊，就知道蒋伟文，哎呦，夫妻的新房啊！您看看这个 love 还真是甜蜜，卧室里面的浴室居然也架设了电视。还有一个超大的浴缸，哎，这个长度连蒋伟文都可以整个人躺进去了呢。这个木板墙面看似平凡，一推开原来是储藏室呢。哎呦，这边有个马桶呢，原来就是咱们蒋伟文专用的厕所，主卧里面的专属厕所，哎，老婆使用的。哎，蒋伟文只好被分配到这个狭窄的小空间。比起他那两只爱猫的高科技厕所，他真的是相当可怜呐。人家的爱猫还有自动清洗的猫砂呢。啊，可是在储藏室里面唯一的小马桶而已。以上就是蒋伟文没有地位的新婚之家。
所以我被剪成没有地位的新婚之家哎，好可爱的猫哦。我们解释一下画面上的状况，就是你太太用的是主卧室的厕所，对，你用的是外面的厕所，我用的是本来要设计给猫用的厕所，小小的一间客房的厕所。你为什么不跟太太共用主卧室的厕所？我本来是，可是因为早上起来人都是会想上厕所，对，然后通常我先上，我上一半，他突然又要上厕所，对，所以要不然就是他把我赶出去，要不然他就嫌我在厕所里面上太久，是，觉得太臭。你是真的很久吗？没有，他只是嫌臭而已，他因为人都不想要用二手的厕所，对对，所以久而久之就变成我被赶到另外的厕所去。然后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在第二个厕所扎营好了。所以扎营，不要挖洞，挖到十一楼，扎就好，不要挖，慢慢慢慢发现越狱的桥段有没有？来，汤匙。厕所现在是猫咪厕所，现在是因为我有一个客房，也是蛮大的，然后客房里面有自己的厕所，那猫咪就用那一张，那个客房是猫咪的房间，他们自己的客房是猫的房间，就是。我把它设计成它有一些柜子是可以让它跳上去的，嗯，然后他们两只猫就在里面开心的玩，然后他们自己属于这个厕所，然后那个厕所里面还有一个就是干湿分离的那种洗澡的空间，嗯，所以正好可以，如果猫不乖的话，就可以把它关到那个干湿分离的那个洗澡，是透明的玻璃嘛，哦，然后就可以关到里面，关紧闭一下这样子，然后它自己有自己属于自己的马桶这样。猫不乖就把它关到干湿分离的那个淋浴间里面去，没错。你整个人感觉都变态变态，你知道吗？在纽约高楼里面的杀手，知道吗？因为有时候猫，你知道，它就会莫名其妙跑到餐桌上来咬你吃的东西啊，或是会做一些猫该做的事情，但是我不希望它这样做，因为其实你可以教它嘛。是，你只要它一做错事，你就把它关在紧闭室，它就知道这是错的，然后久而久之它就不会这样做。那它也管教你吗？把你关到干湿分离吗？把我关到小厕所，你觉得还不够吗？对。就已经很惨了。太太有任何，可是小厕所可以通到楼下，啊。亮哲怀念往日时光，康永悲从中来。常常坐在阳台上看着日落。小阳台是我目前整个空间里面最喜欢的地方。对啊，可以远离尘嚣。尘嚣不就是你太太吗？在阳台上怀念九十外的时光。一定是的，还会跟山下人说你们好吗？看到这棵树吗？这种树结的果子。今天在阳台试着介绍那边的景色，我要哭了。厨房很大，对，因为我一直梦想一个很大的厨房，然后最好是可以中岛设计，这样我在烧菜的时候，我老婆就可以帮我记录我这道菜怎么完成的，嗯，我自己可以留个纪念，然后这些就可以变成传家宝，给我儿子或者给我女儿。什么东西变成传家宝？给我的，还就是我的食谱。对，这样我们家的味道就可以一直这样传下去。我的妈呀！所以你烧菜是专业到可以拍一个传家食谱。对对对对，我说现在就出。你是说你烧一个狮子头，然后你的子子孙孙都要说爷爷的狮子头？到底煮吗？没错，就是我希望能做到这个程度。希望他们以后我的孙子在吃狮子头的时候，这就是爷爷他们吃的味道，这样子。不止爷爷，是蒋爷爷他吃的味道。所以在座大家小孩将来就会去一家餐厅，就是蒋家厨房，然后就会有你的狮子头啊，你的什么白切鸡啊这些。我是应该不会叫蒋家厨房，我觉得蒋家厨房有点太见外，我应该叫阿文的厨房。阿文，阿文开张了以后呢，就有一天就会有一个已经是满脸皱纹的空姐，哎呀，很老的先生，然后望着门口那个蒋家厨房的招牌，而且行李里面放的都是瓶中信，对，感觉还错。我要点一颗我怀念的那道狮子头，一边吃一边落泪。哦，这一集播出的时候，我会躲在我的小厕所。你今天老婆问我说，为什么好好的我们家的室内设计变成讲到空姐？对啊，一半的时间都在讲空姐，因为他完全可以说我吵到楼下邻居，他不要告诉我们是空姐啊，对不对？这是这个助理，为什么那么在意是空姐？你怎么知道他卧房是粉红色的？没有，我只是够诚实而已。你这是一个暗号吗？对啊，你就跟他讲说你要看这一集康熙，我知道了，因为他既然会吵到，他就表示说他以后只要一点唱，比方说我愿意，楼下听到就啊太太不在，然后就我愿意为你。那
亲自上来，亲自投。对，其实这里面有一个洞，可以让我钻进去。没有小空间，请问有小空间？跑步机旁边放太太的照片，是你的意思还是太太的意思？是太太意思。我本来是想放，比如说运动的一些。你知道体能的一些东西在那边，阿诺斯瓦辛格的照片这样，他觉得还是放他照片比较好。他的用意就是希望他知道你想逃，他在后面吓着你，让你无处可逃，永远都逃不掉那种感觉。这种感觉你知道吗？对，你在什么地方跑？他在什么地方跑？你就在原地而已，原地而已啊！我逃不了，和尚逃不了庙，好有哲学意味的。把那个难关开。哇，你整个逃出去，哇，你就是活在鱼缸里面的一个鱼缸里面。对，这是一只鱼，是逃出。然后妈咪就会用手摸你，用手摸你。哇，毫无地位。猫是关在干湿分离，你是关在小厕所，差不多地位。其实我觉得你的见解实在太高超了。对啊，而且你以后在鱼缸里往上看，猫就会用爪子这样。本来自己好好家，没想被你们讲这么惨。对啊，而且你又会做菜，你太太真赚到了。明明这都有注定好的啦。请问那个蓝光目前有代课的时候开过了吗？有，我常常，可是就是像朋友很喜欢那个蓝光，因为比如说我们在家里玩什么电玩那种跳舞机啊，可能那种感觉很不错。然后或者在家运动，潘若迪来，他喜欢跑步机跑一跑啊，做一下哑铃。潘若迪去人家家还跑跑步机，累啊他。他只不过来吃饭而已，他吃完饭。他吃饭吃到一半，他才过十分钟，他马上站起来开始跳舞这样子。对啊，然后开始做一件特别姿势，然后做完以后我们都没理他，因为他老婆在不要理他，不要理他。然后他做完就过来再继续吃，吃完以后他又站起来，我想他又要继续跑，他继续跳舞，就马上他站在那跑步机上面开始走路这样子。他就是一个停不下来的人，你知道吗？所以先生们就是新婚后。只要能够逃出自己家外面，都做什么都好，是不是？应该是这样。酒这样拉出来，是常常你们在家就会很像电影中这样，就拿一个酒出来几瓶倒一倒，就调成一杯酒吗？对，那是他，对他在我们在家里还有酒单，他会写好说什么今天可以点什么酒来喝这样。酒单菜单你家都有哎？哇，对啊，所以就蛮方便。你可以点吗？我可以点啊，我最喜欢喝的就是 Mojito， 因为有新鲜的那个。可是你点的时候要看太太的脸色吧？也不会哎，他都是亲，他几乎都是你随点，他都随做，随点单，最喜欢做这个给我吃的，对。菜单还可以订机票吗？很全面，对啊，难怪生活技能还不错。你要放弃了，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要看亮哲的家了，拜托看一下他家，看一下亮哲家。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才结婚两个星期，亮哲的新婚家。挑高的设计，还有开放式的厨房，让房子感觉特别的宽敞。哎，看来这装潢上面特别下过苦心呢。亮哲说，这客厅最棒的地方就是坐着就可以欣赏到外面的景色了，走到阳台更可以将台北尽收眼底，甚至还可以看到猫空的缆车，景色相当好呢。客厅旁边就是亮哲的书桌，架子上面摆放着许多结婚时所拍的婚纱照，桌垫底下还压着一大张小朋友的照片，感觉他们一家人超恩爱的呢。亮哲说，老婆为了不让婴儿的哭声吵到他睡不着觉，所以把婴儿房设在这里，真的是很贴心的老婆呢。走进亮哲的新婚房，马上被红配绿的床单还有被单给吸引住了，而且房间内还摆放着一大幅的婚纱照，果然是新婚才两个星期，房间特别喜气洋洋了。房间内帘子一拉开，哇，比较动天，原来这里是老婆的化妆台跟他们的衣橱，隐藏得很好呢。房间里面的小阁楼就是亮哲的游戏间啦。亮哲说，他平常没事就爱待在上面看书，还有弹吉他，相当的悠哉。这就是亮哲超级挑高的新婚家。请问在哪一带？木栅山区。所以晚上是非常安静的那种。非常。会听到虫鸣鸟叫那种。对，然后会听到夜莺在叫。哦。对，非常安静。就连前几天不是林书豪吗？我们的呼叫声是互相呼应的，跟谁？跟对面邻居的那个呐喊声是可以互相呼应。我就是看比赛时候的那个叫嚣声，哇！你可以很明显看到对面都全部半夜两点那个，全部大家都在看林书豪。哦，就一进球就好球好球，那你就可以听到大家互相满山遍野的好。哎呀，失误！哎呀，不晓得没有那么多啊，半夜两点了，好不好？半夜两点，很厉害。那个是租的还买的？买的，买的哦。
对，所以那个家中空间的使用谁占比较主导的？因为我之前是念设计的，所以通常一开始进去的时候老婆都说，因为你是念设计，所以全部都你来主导，我不要，我要当一个非常幸福的小女人就好。后来呢？但后来决定80%都是他决定。啊，但我唯一可以决定的就是我用什么方式把这个东西搬到那个地方。对啊，所以你他们特别拍了，你坐着就可以看到 view， 是你常常坐在阳台上看着 view 吗？对啊，小阳台是我目前整个空间里面最喜欢的地方。对啊，可以远离尘嚣。尘嚣不就是你太太吗？好了，你太太是姓陈，陈嚣，是陈太太没有错，但是他不叫陈嚣。大概最长可以大概远离陈嚣大概5分钟，离陈嚣5分钟。所以家庭生活对你来说有刚才像蒋伟文讲的软禁的感觉吗？还好，我觉得我还蛮自由的，但因为老婆也工作也比较忙，所以很多时候。那我自己也不喜欢跑出去玩，我会选择住在这样的地方，表示我其实很喜欢野外。我顶多就是在自己的社区里面打打篮球啊，去游泳。他在阳台上怀念主持外景的时光、啊，一定是的、啊，还会跟山下人说：“你们好吗？你们看到这棵树吗？这种树结的果子。”跟山下呼应吗？我不会山果，我不会演的。我真的曾经在阳台试着。介绍那边的景色，我自己一个人，我要哭了。就没错，现在我们大家来到的这是木栅的山区。现在你们看到这个社区呢，是一个非常美丽的社区，什么的，我就自己在那边练习，然后练一练，然后就，然后就进去骑小孩还是什么的。所以离开家一定要开车，对，或骑车。OK， 对。你太太会以后叫你一直去演她导的舞台剧吗？她说我是一个值得信任的演员。OK， 那你有告诉她说你可以得得到我的人，但你得不到我的心？不要再说机会啊！在床上睁着眼睛流眼泪，像陈子琪在那自己在抓床单，在抓床单咬。高山峰得意之作，爸爸暗藏玄机。最得意的是什么事？这应该就是我有一个很会画画的爸爸。哦，对，那很厉害。对，那个一排兔子是往上跳跃。那是我儿子，然后呢，这另外一边有单独一只兔子，然后他还画上粉红丝巾，他说这是你跟你老婆。爸爸知道你的人生也被拴住了。没有，欢迎万岁！欢迎万岁！高山峰的房子是租的还是买？你刚在看影片的时候，你说你看过亮哲那个房子，不是因为我之前有到。欢迎万岁！现在想起来，我有我的主旨，我今天的主旨是婚姻外，所以跟介绍什么东西都不相干。超奸诈！谁派你来讲这四个字？没有没有，我自己自动自发。我刚看到蒋伟文啊，亮哲的丑态，我觉得可以这样，男人可以畏首畏尾，不可以就三心二意，摇摆不定。结了婚就要万三心二意啊！我们一直都快结婚，我希望结一次婚就好了。你是什么邪教的教徒？蒜头教。那房子不是你真的看过，只是很像而已。对，因为木栅那里，我之前也有去看过房子。对，然后就它的，因为它是可能是因为沿着山还是怎么样，它就会有一些高低起伏。所以我刚一看到那个画面，我就那个房子我是不是去看过？对对对。所以你现在选的也是木栅吗？不是，我住在内湖。看高山峰的家里长什么样子。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高山峰的新婚家，有没有发现他们客厅少了什么东西啊？没错，就是一个茶几。高山峰说啊，这为了让小朋友有个玩耍的地方，还把这个新买的茶几送给人，真是好爸爸。客厅旁边就是他们夫妻俩平时在用电脑的地方，从这里还可以看到对面的小农作区。高山峰说啊，他们家吃的是有机蔬菜，都是那边买的呢。喜欢看书的高山峰，架子上面摆的都是许多的书籍，饭桌后面还有一整柜的书，真的是看不出来是个文艺的青年。墙壁上面有许多兔子的作画，则是高山峰的爸爸亲手画的。高爸爸真是猴腮雷哦。这一间房间就是宝宝的育婴房，虽然房间摆设简单，却非常的温馨呢。这个衣柜一打开，里面摆满了小朋友的衣物，真是可爱极了呢。这里就是高山峰展现厨艺的地方。喜爱喝酒的他，冰箱中除了一瓶结冰已久的伏特加之外，就没有其他酒了。
看来婚后哇，真的变得好乖呢。而瓦斯炉上面还放着他今天才刚做好的婴儿食物，看起来好像不错吃呢。一走进高山峰的房间，绿油油的床单就给人有绿意盎然的感觉，跟他浪子形象真的很不搭嘎呢。房间的柜子上面也放满了婴儿的用品，甚至连这个垃圾桶内都塞得满满用过的尿布，看来小孩已经成为高山峰生活的一切咯。这就是高山峰充满父爱的新婚家。哇，好感人哦。你刚刚还讲亮哲的红配绿的床单，你自己的床很绿耶，好面熟哦。那个床单那个叫普普风，好怕。红配绿是个红配绿，我那是叫普普风。对，他那个野兽派啊。那个我刚刚牵过他的床单没有？有，你说那个床算了，我不要讲。对，算了，这边吵架不承认。家中的布置主要是你做主还是太太做主？我做主。真的哦？对，我老婆不太管那个。所以你最得意的是什么事？最得意，你说我的家吗？对啊，你整个布置上，像蒋婉文喜欢住在鱼缸里啊，那就是他得意的地方。哦，我蓝光，我最得意的应该就是我有一个很会画画的爸爸。哦，对，那好厉害。对，那兔子画的真好。因为其实我家也没有什么装潢，就是重新粉刷，然后弄出婴儿房，然后买必要的家具。但是有一天，我爸爸就跟我说：“这个儿子，我也没什么。”你就是新装潢嘛，因为把老婆小孩带回家也没什么可以送你的，那我就到你那儿画画。对，那一开始我觉得我爸是艺术家，我就不要限制他画风以及他要画的东西，我就说随便。后来想一想还是有点担心，我就问他，我说爸，你到底要画什么，你先跟我讲好不好？你本来怕他画什么？画年兽。幸好我有问。你知道吗？幸好我有问。因为我爸是这样跟我说的，他说哦，没有啦。有一次我看见呢，这个报纸上有一张你跟陀中康跟陈为民三个人穿着军服拿着枪的照片，我想画那个。我说你画那个，我说你画那干嘛？你可以想象吗？我跟康哥跟陈为民，我们三个拿着枪，然后就有一张照片在报纸上被刊登出来。真的画那个在墙上？我说你画这个干嘛？我 man 呢？我在军校招生吗？还是干嘛？他说那是我，他说那让你儿子知道以前爸爸你那个就是曾经参加过越战的，对，类似。我说我也没参加过战争，我去玩的，打过七弹，好吧？对啊，然后我再跟我爸说，爸，哎，还好我有问你，对，你给我换个风格好吗？对，他说哦好，那我就要画这个东西。他说我要画兔子，因为我跟我儿子都属兔，对，所以呢都哦要画兔子啊，好。那应该不是，拿着枪吧这样子，他说没有，然后就开始正常的兔子，对，他就花了两天，然后就我很感动啊，我爸爸就穿得很随便，因为他是直接画在墙上，厉害，对，像个油漆工，然后拿着梯子，然后就画画画画这样子，哇，那真厉害，最好的礼物，那比菜单感人，那我觉得比百万装潢。我觉得那是超过百万装潢价值的东西，是爸爸给我们，所以房子是买下来的。是是是，那太太有没有稍微觉得说，怎么只有兔子没有他的生肖？哎，其实有哎，其实刚刚画面上不是有一排兔子是往上跳跃？对，那是我儿子他自己的。然后呢，这另外一边有单独一只兔子，只有一只。然后那只兔子就是。还有点面露凶光。对，一开始我问我爸说那是什么东西，他说那也是兔子，但是那是一只公的野兔。然后我说哦，公的野兔，然后他还画上粉红丝巾，这样子。他说这是你跟你老婆。哦，对，老婆是一条丝巾。对对对对对对，绑住你，可能就是对我爸的意思。爸爸知道你的人生也被拴住了。没有，婚姻万岁！婚姻万岁！爸爸知道被勒在脖子上面，会窒息，有点面露凶光。那是给我温暖的一条丝巾。我迟早有一天要挣脱这一只绳，所以我不想我爸本来是要画铁链还是什么。来，我们看唐志忠的家。一进到 Jason 的新婚家，映入眼帘的就是个超大的鞋柜。打开鞋柜一看，不得了喽！里面竟然都是满满的 Jason 的鞋子，少说没有70双，有80双，有90双啊！
但是听说这只是其中少部分的鞋子而已，也太夸张了吧。跟 Jason 的鞋子数量相比，他老婆的鞋子少得可怜啊，根本不及 Jason 的四分之一，真的是个勤俭持家的好老婆。 Jason 说啊，当时买房子的时候还是个 single 呢，所以在这客厅的布置上面就走这个夜店哦 lounge bar 的风格，不能想象这个 Jason 以前在家玩得很嗨哈。这客厅旁边就是 Jason 家的饭厅，虽然 Jason 说啊，他们常常都会自己下厨煮饭，可是这冰箱上面却贴着很多外送的传单。 OK， 就当我们没看到好了哈。好了， Jason 说他以前的书房现在就变成女儿的育婴房了，书桌上面随时可见 baby 的用品，以前摆放 CD 的东西的柜子也都变成放小朋友玩具还有衣服的地方，浪纸变成慈父，我想这应该是 Jason 这一家的写照。Jason 说自从结婚之后房间就再也不属于他的了，像这梳妆台上面都是老婆的化妆品，衣柜上面也被老婆占据了，甚至连这原本睡觉的位置都被迫从左边换成右边，哎呀真的是歹命啊。这个就是 Jason 幸福又带点委屈的新分家了。床睡哪一边有什么关系？对啊，因为我原本刚开始设计的时候我是睡床的右边，右边有所有的开关包括冷气全家的电源，然后我也对着电视最正中间，然后对啊，你看电视要对着正中间，最正中间，然后离厕所又直接就在右手边，按门一推进去就是 OK。 可是为什么要换呢？因为我老婆怀孕了，然后她说每天那样子要上厕所晚上要好多趟，所以她觉得要她在那边会比较方便。合理啊，电视的角度有一点点歪好了，你还是可以看然后戴耳机啊。有啊，我现在已经到最近到光华商场一次去买无线的耳机，然后因为怕吵到小朋友们晚上就是睡觉，所以我就能戴着无线耳机打电动。后来打一打，我老婆又在反应，拿掉拿掉，你不觉得那个光就是那个光一直闪，你要我怎么睡觉？好像是啊，我就后来他现在从台中人变原住民了嘛，变这样子。然后我后来又上网，闪他本来就不能睡觉啊。我后来就又找到了另外一个 Sony 新做的，就有点像一个安全帽戴到头上，影音 3D 音效全部都有，然后那广告做得很好，还有那种粒子在你的皮肤上面，感觉好像会有鸡皮疙瘩在玩那个电动，所以我准备要买那一台。你在别的地方看电视，等到想上床再去卧房睡觉就好了。为什么在客厅玩呢？对，我到客厅他也会叫我进来。他如果说我不在他旁边，他睡不着。他是属于睡一下差不多十分钟，你要不要进来睡觉呢？好，再等我一下。所以我就还不如就在他旁边。所以你不能拖延到他自己昏睡过去。他昏睡不了太久，而且他，我觉得我也不确定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想要来叫我，还是梦游，因为他频率超平常。他常常梦游？没有，就是我只要在外面打电动，差不多就每半个小时就会出来叫我一次。他睡不好，没错。所以你心疼他，就进去陪他睡。所以只能买那个全罩式的。那他这样以后抱到你，就会抱到你安全帽哎。对啊，也有可能啊，这没办法。你为什么一定要照老兵的风格走呢？因为这是一个会可以帮助我睡眠的方式。晚上有些时候想很多事情，没有办法好好的入睡。所以你打 video game 才能够安心的睡去。打 video game 或是上上网，或是看看电视，也可以让我一下就忘记。OK， 你下次试一下喝点绍兴酒跟嗑瓜子。高粱配大蒜。OK。不过刚才我看到有一个是高天峰的家，你们夫妇的上电脑的位置是相对面的。在同一个桌上。对，在大家还在讨论阳台对男人的用处的时候，我毅然决然把它打掉，我不要阳台。那你怎么远离尘嚣？我没有，我爱我的老婆。对，我不能没有婚姻。我们下次去拍大家受难的画面吧，就是一个在阳台上望着远方，远离尘嚣，然后一个关在小厕所里面，哇，然后你再戴安全帽，安全帽，超酷。大家的各自忍受婚姻生活的方法。没错，这样会引起很大的共鸣。但是我爱我的婚姻，我觉得我成长了好多。刚讲什么？不要乱说，耶！是，这我都想讲。你们两个不靠谱啊！你们。我想就这样子低潮中结束就好了。辛苦你们了，加油！谢谢。